喂，妈，儿子，咱家的年货都准备齐了，你爱吃的东西呀，你爸起早也去买回来了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妈，我忘告诉你了，我今天工作没做完，回不去了。啊？不回来了？那你照顾好自己，年后有时间回来吧。回去过年吧。可是这项目还没做完啊。年一年就过这一次，项目可以年后回来再做嘛。哎呀，儿子可回来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爸呀，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，说万一你要是骗我们呢，说万一要是回来过年了呢，你说是这爷俩还真让你猜着了。我可没说，我就出来溜达溜达。还嘴硬，不理他，赶紧回家，妈给做好吃的去。哎，